大众新闻，我陈秀文。何美鼎、盛德江为着庆祝关圣帝君圣诞千秋，连续三天举办消灾祈福法会。庙方今年阁特别准备文昌笔，要甲信众结缘。可惜哦，只要拔着圣杯，就会当摕到文昌帝君加持过文库组。何美圣德江主事吴文祖，主神分别是关圣帝君、先天上帝、司命真君、李神祖、甲华德神风。庙方每年伫关圣帝君圣诞进前，都会举办为期三天的超拔法会。啊，六月咧，就是讲吼，啊，咱文祖的这个圣诞，哦，因为咱的主神是关圣帝君嘛，啊，有吴文祖，就是有五尊文祖。啊，当咱内底所有的文主啊，吼，啊，拢做一摆，改做生日，利用这个中间呢，啊来超拔，哦，咱只诶作为祖先啊，万亲祭祖、小英灵、地基主，哦，还是幼英灵，哦，还是迄、那个，哦，咱咧受即马都真侪啊毛小孩，哦，啊，拢总有咧甲做这个工课。另外，圣德宫也奉祀文昌帝君，为着考生拢会摕准考证来拜拜祈福、增添考运。今年庙方也特别准备文昌笔来甲信众结缘。咱伫即个吼，我着考试的时间啊，啊，所以咱圣德宫有文昌帝君吼，啊，大家来求文昌帝君呢，拢互因即个啊吼考运，拢会当心想事成，爱伫倒位吼，因为人有七分的努力。啊，佮三分的这个啊吼，新型的庇佑，啊，就真顺利起来啊。啊，伫咱遮咧，有真侪人来恳求，啊，就拢有大家因的希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今仔日佮在这个吼考试的中间，咱讲的有备一寡文昌笔啊，啊，要来予大家结缘，啊，来遮祈求的人，会伫呾予求这个文昌笔的，予文昌呢，会伫呾达观。中好读，成绩高进，遐咧。圣德宫的长老总监杨伟光表示，考生诚心向文昌帝君佮王文祖来祈求，只要一个圣杯，就当甲文昌帝君加持过文具组，再返去厝的增加考运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